当白衣天使救了倒霉棒球手，是缘分再次降临，还是危机再度来袭？将来有一天，我也可以吃得到爸爸所煮的面吗？爸爸，你刚刚是在叫谁爸爸？深爱对方却无法相守的两人，该如何对抗阴谋？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关系呢？金荣光选手，荣光的在人，每逢星期至五晚间8:30，八度空间无线电视首播。
的勇士一样保护我们。爸，哥哥救我！他从不让我们挨饿，有时还会亲自下厨秀手艺。买完煎熬的材料呢，我们需要找师傅了。爸爸也是运动好手，他说一家之主一定要保持健康。他就像一个总是全垒打的棒球手，全面照顾我们一家。啊，我的儿子真是了不起，了不起！谢谢爸爸，爸爸，我爱你。